那民众报称哦，他的损失大约是白虾一箱，估计大概是13台斤，损失大概新台币3300块左右。嗯，那嫌犯他主要好像还有其他的那个偷窃其他东西在。那经我们分析哦，这个犯嫌应该是涉及9月10号在东石乡跟9月12号在云林县赤峰乡的，一样是以相同的手法犯案。嗯，他偷这些东西要干嘛？那据犯嫌他指称哦，他应该是中秋节期间哦，因为缺钱需要，然后再窃取这些农产品来换取现金花费。哦，他到哪边卖啊？他是说他随机在传统市场哦看到，就是以比较低的价格哦卖给一些不知情的民众。嗯，所以他那个也是利用中秋节这段时间，需求量比较大。是，据我们了解是。